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刚好是2021年最后的旅程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很高兴的跟大家在这边哦，在这边这个南寮的 7-Eleven 哦，然后这位是馒头哥，他都不会讲话，他都是用肢体语言。那其实今天会拍是因为刚刚在路上发生一些鸟事情，刚刚我们有一个大哥骑 SC77 在溪滨上面压到一个木头，那那个木头原本是摆直的，所以他没看到就压过去了，好险他人没事，他压到那个木头之后他前后轮框都凹进去了，好险人没事，就刚好在路边。那刚刚就稍微看一下那个前轮凹的超夸张，那后轮呢微凹，但是真的很危险。那借由今天哦这个影片呢，要跟大家讲在溪滨上面骑车要小心一点，因为真的是很多那种小东西啊。后面那个好像是禽兽网红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哦。来过来过来过来。Hello， 子恒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明白，他平常讲话不是这样。我跟你们讲，他是要在偷一拳都摸了。比王力宏好一点。我要摸，我要摸，可以摸，可以。那今天呢，他会来呢？哦，是因为他要来训他的新车啦。是，训车之旅。那你今天有拍吗？有，就是简单记录一下，这也是第一次跟大柱他们出团，哦，蛮开心的。哦，你不是单纯想训车，然后还顺便跟过来？哇，你不讲话就表示对喽。他只想炫耀他的新车而已。对，他想炫耀他的新车。你看有孤轮吗？没有。防抬头开着，防抬头开着。那这一台车好骑吗？哎、欸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一样的问题。这一台车好骑吗？好骑。那你刚有在冷车都？没有。哦，他热了，他热很快。来，我们去看一下他的新车。哇塞，万贴纸，太棒了吧！哇，还有贴纸 GoPro 的东西。哇，没有钥匙孔。哇，这车走那么棒，这是名堂 CBR1000R。那跟我的差几个 R？ 哎，差了3个 R。你叫 CBR， 我的 CB1000R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3个啊！我本来想说差2个而已，差3个就差多了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可惜刚刚那台 CBR 千大爆啊不能来，不然原本想三台拍一张的。我觉得医生哥超神，他只是陪跑哎、欸。对啊，刚刚在路上有看到，就真的在正中央，我想一根直直的。但我想说是直的，对，横的就比较难闪。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的，我就骑的时候想说直的应该比较好闪，我们机车应该不会重。就因为我们在赖语音嘛，就听到哎有人中了，我想靠，好可怕哦、喔，希望没事。刚讲完就中。对啊。超可怕的，因为我想，因为前面部队他们有回报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是刚回报完就中了。那快速道路太难闪了啦。其实在骑车的时候那样直的反而很难看到，你横的看得到。哦，对，大家骑车真的是要小心，太可怕了，哇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好，他已经想不到讲什么东西了，反正等一下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了啊，等一下见。The days we used to shine when we were young. I told you that we should start a band and reach for the sky. It's 2 a.m. and I can't fall asleep. I'm just not tired. I can hear the raindrops falling. It's cold outside and I kind of feel like calling. But it's too late.Miss you. I just miss you. We were such a constellation, right? No, you'd agree. Made a reputation for ourselves at age 18. We had the devil.Cold outside, and I kinda feel like calling.
现在我们吃完饭了，那等一下呢，应该还会再停一站，就要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南投的某某山庄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对，我也忘记了，它名字有点长，我根本不知道，我记得好像六个字。就是它有两段，对对对，什么什么山庄，又什么什么山庄，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哎、欸，请问你在做什么？往外往外，你的钥匙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子。我想要去路线上做一个实验，就是我往外往外线的。不是冷车拉转吗？那在那边啊。这是摸彩箱嘛？哈哈。它怎么那么深啊？它超深的好不好？它可以塞。哪里都塞不了那么里面呢、欸？是在接生吧？所以它里面不会有什么倒钩之类的吗？没有啊，可以直接摸到空滤，摸不到空滤，摸到挡板，摸到空滤出事，摸到一手，我的虎口是挡板，啊，卡住了，说谎了，手被咬住，对，为什么贴这东西？很丑，因为还没有装 light tag， 你加个盖子不就好了吗？盖子没有，所以你是买。是买他自己割的，哇哦！现在这边有摸的人哈，刮伤都算他们的哇。一个人球场两万，哇，难怪你是叫他们摸啊，自己不摸。在进气口前面放屁，空间来，在进气口前面放屁，你骑车不知道放哪里就往里面塞，渴的时候停下来拿出来，不会掉出来，知道吗？然后你的空滤就炸，不会炸啊。OK 啦，我觉得蛮 OK 的啊。然后这时候放个结冰水啊，就会降温。结冰水，我们实测一下，手机应该放得进去啊。我怕拿不出来，不会，就掉在里面。啊，看掉在里面，哇，值钱，但是两个都不用出发了，手机 OK 啦，藏手机刚好。车钥匙就放在前面就好啦，车钥匙呢？如果说哈，那个有女朋友有老婆了，私房钱哦。用贴纸贴在这边就好了啦。到时候换空滤的时候，换空滤钱放在里面，拿里面钱来换空滤。没错，钱我放在老地方，老地方自己那公司里面自己拿，老地方。对。拜托，他现在大肚中去上班了，哇斯哥，欢迎来朝圣拍打喂食。你如果看到他跟他合照，给他100块，他很非常开心。我会帮你吹，这个也就错。我们现在这个国姓的水长流店，这边是从台二一天冷下来。那我其实呢非常不喜欢走台二一，那第一次骑就是骑300R，参加 CB 大会师，第二次骑 Scrimber， 第三次骑大红 CB 1000R。哦，那我可以跟你说，其实小红在这边真的比较灵活。那现在呢，我等一下想采访一下这位第一次跑天人的 Triple R 车主，第一次跑又骑在动力很大的 Triple R 跑，感想如何呢？山路来讲，它的线路有点像是阳金，蛮小条，然后蛮急的弯这样。因为我觉得如果骑一些比较灵活小 CC 速的车，搞不好会很爽哎、欸。天人我觉得至少它的路况是还蛮不错的。对啊，只是有点长，也有可能是我累了，我最后觉得怎么还没结束啊？哦，对了，太长了。对啊，我最后是用那个曾经看过超级人影片的印象，说好像有点印象，好像什么便利商店快到了这样子。对啊，我人快死掉了，有点像跑马拉松的感觉。有，而且在前面有一个招牌是红色写“快到了，快到了”什么的，还是差一点点。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然后头很晕哦。对对对，我看到那个真的吗？真的差一点点吗？但我。你可以不要摸屁股，
你为什么要摸整屁？你为什么要摸整屁？你为什么要摸整屁？你为什么摸整屁？你他！我要去胖子协会举报你。如果你下次来的话，你想跟谁跑？我不想再来天冷了，不想再，不要再抠了，不要再抠了。小周啊，小周啦，我扛啦，这波我 C 啦，好不好？爽男，你下次就不想自己一个人再来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累哦，飞比较轻松。那如果你。你会只跑步就好了。你也觉得很累吗？不会，还好。Piece of shit， 啊，那么简单的地方， yeah, piece of cake， 就你们这只会跑北一的人，不会跑其他地方的人，骑车就要把台湾骑遍，对不对？到这个梅子营山庄哦，真是一个很清幽的地方。我觉得缺点就是可能隔音不太好，因为你可以跟隔壁间传摩斯密码。我昨天晚上呢，就有几个王八在那边敲墙壁，还没 baby shark 那边敲，感觉敲超吵的。咚咚咚，对啊，干咚咚咚咚，很流行啊。有啊，干嘛咚咚响？这边敲。哎，可以敲，可以通，敲越大力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昨天睡的房间浴缸非常大。那我刚忘记拍素材，就算了，就跟大家形容一下，我们的浴缸非常大，然后晚上可以泡温泉。那你昨天泡的爽不爽？爽。那你呢？昨天哦，如果你要是讲究一点，可以。我昨天的印象之后只能泡澡画面。一些靠腰，我问你泡的爽不爽？不是我泡澡爽不爽？我觉得我看的蛮爽。你看，只能泡澡蛮爽的。反正我跟你讲，我昨天泡的非常爽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位。非常资深的我师傅，好，龟仙人，他昨天晚上你他妈的没有热水，有，我们昨天在吃烤肉的时候，他自己先上去偷偷想洗澡，结果他说没有热水，我们几个上去之后呢，每个都说有热水，然后泡得很开心，对他不信，然后结果他偷看我洗澡时候打开了烟雾弥漫，对，早上他就说啊，我明天早上再泡好了，然后他就起一个大早，就放了四次热水，全都是冷的。然后他吃完早餐回去试，又一样都没有热水。哦，这就是命。不是我们那间有没有泡澡？哎、欸，老师，是你，老师，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？我不想讲，我心都冷了。那今天这一集主要想跟大家讲，在西滨上面呢，真的要小心上面的路况啊。医生哥就是不小心尬到那木头，骑的时候那个木头是放直的，你真的看不到。然后他尬过去之后，轮框都歪了，哦，差一点人财两失，好险只有喷钱，人没有大碍。那今天这一集就大概草率这样结束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我看到路上的路况，看一下他，好，没水准。
你还活着哎、欸！上次是你死他活，你是不是要轮流一下？在帮人家服务哎、欸！好的，这也是个弟弟，好不好？这也是个弟弟，我剩两档，那个弟弟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可以直接吹油吗？可以。哦，太小太小力，太小力。这可以吗？子恒乱推我油门。